好，我小凤，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去见两个大美女，其中一个你们应该认得到，叫小华人嘛，她在拍视频，然后还有一个美女，等下那个小华仔过来找我。我们已经有很久很久没见面了，几乎有一年了吧，感觉真的很不容易啊。音乐小姐，要去噻，我盛饭的，少不了你的，走嘛，出饭，走嘛。那么乖的嘛，你说不乖。我刚才已经介绍完了，我就是小华仔。Hello。哈哈，当选狗儿哦。我呀，哎，对，我说，我们先走嘛。先走嘛，走。准备去吃饭了，然后我朋友也过来了，他们在那个哪儿吃啊？那个芒果鸡。嗯，是海鲜火锅。海鲜火锅吃过呀？我在成都吃过。连锁店吗？嗯，全国连锁，好像成都比较多，其他地方我不晓得。我还没有去吃过。是吧？可以，海狮火锅它是。是吧？等你们说。你到哪就能准备上车了。我饿得我好久哦。对。我在吃一趟，现在还是我们心情真大。就是，好尴尬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美女闺蜜，真超好看，转过来。我跟你说嘛，去年子你说我做的时候拍到哈你，他们说你好漂亮，我说你好好看哦，夸你得很，我说嘛我好吃醋。有眼光。这哈肯定又要夸你，真的打招呼嘛。来来来。他叫小翠儿哈，记住他的名字哈，小翠儿，这是小华仔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好不好吃？可以啊，可以噶。我反正就是过来吃那个。你总是这个样子哈，下次我们机会叫上你哈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吃你的？还早。吃你的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赚了钱多哈，要得。没事嘛，那就是我们的。记到起哈，记到我们几个哈，你来，我们对你的好哈。你觉得好不好？来嘛，你猜嘛，我觉得好好。你拿到吗？我的蛋，我服了你嘞！现在是姐妹拍照环节，每年必备。哎，我还要好看的，我领奖了。我帮你们拍嘛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么一大桌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来，先干个杯。哎，等下先干个杯哈，姐妹。你啥？你水带酒，干个杯。难得一次见面。Axie.